的作业就是每组各准备一个小实验，获得第一名的同学奶茶随便挑。奶茶，那只能靠你了，我们组的希望之光呀。我尽力了，不过要做些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上周我表姨给我发来一个视频，她躺在一个水面上跳漂浮起来。水面漂浮，你说的应该是那最有名的姿态吧？那我们这次就做个漂浮小实验吧。安生，你真棒，你简直是我的神。大家来到大熊科学小实验，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大海不死的秘密吧。在实验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准备好食盐、勺子、筷子、鸡蛋还有水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鸡蛋轻轻放入水中，然后加入两勺食盐。第二步，用筷子搅拌几圈后，再放入一勺食盐。第二步，将筷子再搅拌搅拌就可以啦。你们看，鸡蛋竟然浮起来了。到这里，大家知道死海不死的秘密了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哦，我们下期见分享。